先提早到，因为他们准时入场。那大家先到的话，就
太闲点，不然就是进来的话可能会等一点时间。然后入场进来之后呢，参观比如说虎门区啊，或是大嘴鸟区，会特别再去做安排时间，一组客人一组客人慢慢的参观，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会可以提早到，先提早先就是点餐，然后因为他们是闲着的，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。好啦，我们来享用我们的午餐，是午餐吧？对，口味想问午餐吧，我们待会见。手上的时候，它就这样缩起来，它尾巴就断掉了。所以大家如果有来的话，要注意一下，不可以，就不要乱动，它不会怎么样。咦？它想便便，你看它很有礼貌，它想便便，它就飞走了。对，还是想便便，它不是不喜欢我。哎，它的脚有脚是有体温的耶，它脚是。布丁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是他小时候嘴巴没有长好，所以嘴巴有点歪歪的，就是需要人工去喂他，不然就是如果他真的饲养在外面的话，他是会饿死的。拜托嘛，拜托！你看，他给拜托。八个月大，八个月大，小女生。它咬人会痛吗？像是被塞衣夹夹到的感觉。我要咬它吗？把手摸出来。嗨，我指甲也很硬。对待所有的小动物都是要轻轻的，然后不要推它，因为它站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站不稳。怎么这么笨？我们待会儿就看狐獴吧。OK，Let's go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就是宠物餐厅，对小动物们的话，就是小心一点，然后轻声细语。